大疆之前的 DJI FPV 一样，也是一台第一视角的飞行体验无人机。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和我们平时买来拍照的消费级无人机最大的区别就是速度普遍更快，动作更灵活，需要你戴上飞行眼镜，第一人称视角看着飞机摄像头拍摄的画面飞行，就像飞行员在飞机里的视角。 Avatar 相机参数有很大提升，跟 DJI FPV 的1200万像素、2.3分之一英寸的传感器比， Avatar 的传感器尺寸提升到了1.7分之一英寸，像素增加到了4800万，画质提升还是很显著的。同样支持 4K 60的视频录制， Rocksteady 的视频增稳还很贴心的增加了 20GB 的机身存储，在忘带了存储卡的时候就命用。光看外观也能看出来，大疆的第一台 FPV 面向凶狠， Avatar 体型小巧，自带一圈桨叶保护圈，看起来方方正正，非常扎实，像个缩小版的科幻运输机，体重也轻了一半，减到了410克。虽然和很多 DIY FPV 小飞机比算不上轻，但考虑到这410克几乎都给了电池，应该还是值得的吧。这块电池可以提供18分钟的飞行时间，足够久，在 FPV 的世界里算是马拉松级别的了。轻便小巧，设计成这样是因为 Avatar 要实现 FPV 没做到的两个新特性：安全和简单。安全主要靠桨叶保护圈，俗称桨保。这个圈圈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电影《阿凡达》里人类势力入侵潘多拉的直升机，他们的螺旋桨就长成这样。Avatar。不知道是不是有关联呢？桨保这个东西非常有用，发生碰撞以后，因为没有立即损坏螺旋桨，飞机踉跄几下就能在空中重新稳定住姿态，不会轻易掉下来。有次甚至直接撞的电池都飞出去了，螺旋桨都没有损坏。而且桨保的保护作用是双向的，既能保护飞机，更能保护其他东西不要被飞机伤害，好让 Avatar 更适合在室内或者有人的地方飞行。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吗？至于简单就要靠剩下的配件了。我这个飞行套装除了飞机，还包含了两件东西，和 Avatar 一起推出的新眼镜 DJI Goggles 2和一个穿越摇杆。DJI Goggles 2除了是用外置电池供电，外观线条异常的赛博朋克，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普通的 VR 眼镜。每只眼镜里是一个 1080p 的屏幕，和 VR 视觉全包裹的感觉不太一样，这个戴上去感觉更像在离得很近看电视，但我猜这应该是有意为之的，毕竟开飞机除了沉浸，还得保证能看到视野全局才行。眼镜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头戴显示器，也是整个无线图传的大脑，相当于代替了一般航拍无人机的手机功能，用右侧的这个触控板来操作菜单，支持上下滑动和双指触控，在大街上用起来看着就是这样。我旁边要是有小学生的话，哇，他肯定觉得我超酷啊。为了了解专业人士的看法，我还找了 FPV 教程视频作者字幕一起体验，他的感受也是如此。他的信号的确是远强于之前的 V1 和 V2，当然我也不知道它升级了什么东西，但是相对于从总的体验来说，画质、便携性、舒适性的确是有所加强。考虑到 DJI Goggles 2相当于一整个包含图传和操作系统的小电脑，还有风扇散热，它的重量就显得非常轻了。要不是我用过其他马赛克画质的 FPV 眼镜，我还以为这种清晰的图传很理所当然。眼镜还有一点很赞，内置了从-200到800度屈光度可调的近视镜片，基本上没有太严重的散光，都不用另外配镜片，虽然我自己用不到，不过确实很贴心。至于穿越摇杆，用法像名字一样直白，整个摇杆通过动作感应来模拟一个真实飞机的操纵感，你上台飞机就拉升，左右摇摆飞机就左右转向，非常直觉，比普通的遥控器要容易上手得多，基本上第一次起飞就可以掌握飞行的感觉。但因为是动作感应，我是很信不过自己能用这个做出什么精确操作的，连马车我都不敢用重力感应，何况是真飞机。简单来说， Avatar 是一个更小更安全更适合室内场景、更不容易炸、更好飞的无人机，而且因为很多智能的辅助和傻瓜操作， Avatar 已经几乎开始有点逼近一个 VR 游戏了。但说是 VR 游戏，可能对 VR 有点不太公平，毕竟 VR 游戏一个最多卖200。VR 游戏也不会真的有当场炸机的风险，但我体验下来，这种可能炸机的恐惧、主动寻找刺激的感觉，才是真正飞行的快乐来源，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在激活眼镜，配对三个部件，通过穿越摇杆简单教学之后，就可以起飞了。Avatar 默认有 DIS 档、N 档和运动档 S 档。N 档飞起来比较像普通的无人机，画面平稳。S 档就
就更像在开飞机。最高时速50公里每小时，不是很快，尤其是在离地面很远的高空，但贴地呀、贴树、贴桥洞飞行的时候，感觉上就快得可怕了。但也必须是这样可怕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肾上腺素上升，感觉自己就是飞机本身，完全忘记自己在几百米开外的路边十分安全，而且很有可能像我一样，开个10分钟就开始翘尾巴，开始主动寻求刺激。这种飞行有点类似介于游戏和真玩命的极限运动之间，游戏要花很复杂的设计才能实现的沉浸，当参与者自己放上一些现实的赌注，就能轻易实现。虽然再借我几个胆儿，我也不敢想象翼装飞行，但从微软模拟飞行到翼装飞行之间，无人机暂时是落在我的挑战技能平衡范围这一个适当的风险区间里了。其实体验下来，我的初体验几乎把我最开始的预期都给颠覆了。我一直以为第一视角无人机是一个上手难、容易炸机只属于少数人又很昂贵的爱好，和自己发生不了什么联系，但其实我很快就可以实现简单的飞行，这个刺激感完全勾起了我的更多兴趣。唯一和我预期差不多的可能就是贵，这个套装的价格会在8000左右，虽然理性上我知道这是三个东西加在一起的价格，但7000-8000的一次性投资对于纯图一乐的爱好来说依然是一笔巨款。但是如果你很在乎易用性和安全，需要大疆那些智能功能、顺滑的软件体验，还需要好的图传效果，那么除了 Avatar 可能也没有特别多的选择了。